啦啦啦啦啦啦！我坐哪儿？我坐这儿吧。南京德云社。好怀念。我上次在这演出是多少年前？忘了。您应该是2014年左右了吧？不能，要不就是2013，不能，2013年，你得往后。您好像没怎么来过吗？一期吧。好，不聊这个。哦，好嘞。那个，来人，有请第一位师叔。Hello， 老朋友，老同学。今天哥哥带你们去团建，就去玩去。就是玩呗。对，哥哥帮你们准备了很多的项目，但是呢。去之前要有一个小游戏玩啊，就是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。最讨厌的词儿？对，就别人一问到你，或者是别人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个词儿，你会觉得很难受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就那种。你写的劲爆一点。是写这儿吗？对。长显老算吗？长得显老。你多大？26啊？40几吧。看我们师兄弟这字儿一个个的啊，写什么？哎，来，撅这儿。撅这儿。撅，把屁股对过来。那不行，屁股对屁股不好看。滚！你看到了他写的了吗？大哥也没看着，我没看着，真的没看着。行，我相信他。行，我不捣乱，我实在没看着。别跟他们说你写的什么啊！哦。有请下一位师叔或师大爷。聊会天。你跟我聊天，我感觉就没什么好事儿似的。你觉得自己粉丝多吗？不多。不多。对。不多。比如说，秦霄贤拥有10个粉丝，你觉得你拥有几个？2个。那你高估自己了。就是我觉得我在秦霄贤面前就拥有就2个，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跟你的实力差太多，并没有跟我的实力。你走，你走，我不想走。导演，我讨厌他，你走。我就在这聊一会儿。其实我觉得你挺综艺的呀、啊，兄弟。之前那几期怎么总是差点就被淘汰，总是垫底呢？岁数大了，我没发现现在观众都喜欢年轻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要向烧饼学习。烧饼在这个节目里，他总是那种不要脸的劲儿，拿捏的死死的。我觉得，但是烧饼也是年轻。他不年轻了，他90后。90后，但是他没有流量啊。这倒是真的。来，这样，兄弟，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，好吗？好、啊。形容我这几期在节目当中的遭遇，就用一个字来形容，特别恰当。好、啊，情，惨字怎么写？那边怎么写？参，哦，一个参加的参是吧？漂亮，我觉得你今天会赢，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。好啊，握手吧。喊下一个，你一直在这儿呢，你知道我谁啊？废话。你把摄像机给我试。
我就看着一张鹤伦的惨，这期惨了，今天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，不断的说这个词儿，吓死你，太惨了，惨死了张总。来，你写一个，这里没有埋伏别人的，不，不是流程不用走了吧？不用啊，好，我都知道。录你录，会吗？录了吗？录，行，你就绷着别掉地上就行。为什么讨厌别人说这个呢？不是，因为我闻了半永久。漂亮，现在你真的你越来越会了。我会超过你吗，哥？会的，会的，真的。咱俩今天结盟，行，干他们。太过瘾了。来，有请下一位师叔。嘿，阿炳。哎，这是啥情况？今天带你们去团建去玩去。哦，咱们是旅游。我看你的面相，你下期会拿第一。哟。真的太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玉器啊，这对词儿，最讨厌的词儿，最讨厌的词儿。嗯啊，行。哎呦喂，兄弟，这比较，实话实说，这挺扎我心的。不好看，就扎你心。你是觉得自己好看吗？就是起码来说，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不好看。我可以是那个，就是我可以是那不好看的，但是你别说。对，就是你别说我啊。就我确实有点明白了，就我穷，你别说我穷。我不能说人家我不能说人家不好看，我应该觉得每个人都有好看的一个点。嗯，啊，还有说你的点可能在心里。坚持上面，我的点可能在讲。冲镜头正经笑一个。把一个你认为好看的姿势冲镜头。嗯，好，就是平常就随意一个眼神就觉得很帅了，已经。好嘞，好嘞，平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你也很好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是我觉得大家伙都好看，但你不能说我不好看。行了，没人不好看，你就是不好看。那你也不好看。咱俩有必要互相 diss 对方吗？可以。我说 beef 了，咱俩有 beef 了，我跟你说。怎么样？过瘾不过瘾？他就是不好看。你回去吧。我跟他去了。结束，太过瘾了。哎，这大鸡是谁呢？有请下一位师叔。来，兄弟，岳哥。哎呦，还挺阳光，还挺朝气，坐。坐这儿吧。嗯，你最讨厌的词儿？我最讨厌。对。我最讨厌富二代。哟。真的。我真的特别讨厌富二代。打心眼里讨厌这个富二代。对。你爸爸是真的很有钱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还好吧。还好。就家里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的？这我确实是实现。酒店。五星级酒店还是什么？就正常三星四星，准备开一个五星。啊。很多吗？酒店？我还北京、大连、辽阳、深圳、上海。那你为什么讨厌富二代呢？我觉得有这么多酒店，肯定是富二代啊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挣钱嘛，挣钱自己挣自己花。对，就跟家里还可以孝敬老人。对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特别讨厌富二代这个词，而且眼睁睁现在也挣钱了，也能养家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吧，
挺好，挺真诚的。嗯，希望你有一天摆脱这个词儿，好吧？好。好了，兄弟。嗯，希望你越来越好。谢谢月哥，谢谢月哥。下一个，有一个问题，某一个词儿是扎到你的心，哦，你要把这个词儿啊写出来，讨厌别人说你这个是吧？对，是真的臭。不是，不是，那都之前了，那会儿十七八，那会儿青春期。最扎我心的词儿，嗯，谁也别逗着玩啊，或者正事儿啊，说我走了，我不干了，嗯，这个词儿是可以说是后台很忌讳的。好，来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。交换生，交换生，对他们说我是二人转的交换生，就老说老说，说完了能给我弄过去怎么着？想不想回去呢？不太想回去。哥。哥，杨九郎，我们的师兄弟啊，非常的帅，舞台的功底非常的棒。好了，咱们不废话了啊，也没得夸了，也没得夸了。那个现在是这样，嗯，让你写一个你认为你不爱听的词儿，就扎你心的词儿。有的时候呢，别人一提你可能一笑而过，但是你心里呢会咯噔一下。嗯，写下来。好。好，讨厌这个词儿吗？就扎心，真的真的。其实有啊，哥，但您是被扎过呀，哥，因为这个。我小扎。小扎小扎不过瘾，喝完了投进去啊。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的，你写的是什么。您也别跟别人说。你放心，我这就说。好嘞，那回去吧，拜拜拜拜，喊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杨文，哎，哎，等着，今天咱们玩一个小游戏，大爷，嘿，好吧，很刺激，来，哎呀，老综艺，这个您认为您比较不爱听的一个词，戏子，哎呦。旧社会对演员的蔑称，是的，什么无情，什么无义，对对对，嗯，不舒服，不舒服。通过这期节目啊，大爷，可能你把这个词儿又提起来了。这个不是我提的，我只是普及一下。得嘞，那您辛苦大爷。得嘞，咱们一会儿去玩啊，大爷。啊，嗯，哎，好。这屋还是很亲切的，很亲切。哎呀哈！这期节目我想带大家去玩，增进一下感情。你们一直感情都很好，干嘛要再增进一下？更上一层楼，嗯，更好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嗯，甚是得体。您下一句就不要再说了啊。嗯，好的。那个师傅，您最不爱听的词儿？坏了，不认识了。这叫雅落是吗？那字念俗，啊，雅俗还。相声的最高境界叫雅俗共赏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。如果单纯是雅的人喜欢，你不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；如果只是俗人喜欢，它也未必多合适。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是行内行外各行业的人，其实对咱们在雅俗方面有很多的评语，所以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哎，谁要跟我提雅俗两个字，我就会有种莫名其妙的反感。我师傅写的这俩字高度它也挺高的，知道吗？今天这个游戏里估计够呛能有人提起这俩字，是吧？嗯，你现在可以把名字改叫月雅俗。那完了，我别改了，我别改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您今天要多写点。为什么呀？给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呢，每人写两个字或者写一个词啊。说一下我们的缺点，于老师就别写了。这必须得写。于老师那我这写一地都是。嗯，岳云鹏的缺点是吧？可以改进的那种。其实现在啊，咱实话实说，你还真是没什么缺点了。哎，嗯，哎呦，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嗯，我给你编一个缺点啊。嗯，可以。师傅，你看眼泪差点掉下来。真的呀？真的真的。嗯。就这么多年，我们就骂着过来了，就是突然间就，突然间得到认可了，突然间长大了那种，哇，天哪！嗯，
这眼泪那么快掉下来，不是演的、啊，这是什么命？挺感动的，那个感觉。真是现在没有什么大毛病啊！一个郭麒麟，一个岳云鹏，其实我就是没夸过，因为大林也是在我印象里基本没有，没夸过。嗯，多好也得骂。嗯，所以说去年演牛天赐，我到台上去抱了他一下，就哭得不行了。说一个你现在的缺点吧，啊，饮食不能老吃饺子，注意营养均衡啊。好嘞，嗯。